我的阿公有大大的田，阿公每天早早出门，我也会去帮忙抓虫。我跟阿公抓的虫叠起来大概有 1.5 个我高。我还会帮忙施肥，我跟阿公流的汗比夏天的水源地还要丰沛。阿公问我，长大要做什么呀？我长大想当菜贩，可以帮阿公把菜卖给邻居。我长大还想当送货员，帮阿公把菜运到更远的地方。我长大要做大老板，有自己的餐厅、自己的货车，甚至有自己的超市，这样菜都不怕卖不出去了。阿公说，长大做什么都好，但做什么都不能忘记善待土地，土地都会回报，好的土才能养出好的菜，好的心才能做出好的事。我长大一定是最棒的有机农夫。农业有机，每一份对地球的珍惜。